陆军601旅今天举行了军纪操演，除了直升机的表演，还有陆军越仪队的表演。最让人眼睛一亮的，应该就属营区里头20名年轻靓丽的女军官，她们特别梳妆打扮，穿上了亮片短裙，还有高跟鞋，大跳苦练一个多月 nobody， 让现场民众掌声不断。 跟着音乐扭腰摆臀，20位辣妹大跳最夯的 Nobody。 亮片低胸短裙配上黑色的高跟鞋，性感指数瞬间破表。一旁的国军弟兄早就看傻了眼，这群龙城 girls 平常可是雄赳赳、气昂昂的魔鬼女大兵。第一次这样穿过。练舞的时候最辛苦是哪？穿高跟鞋。穿高跟鞋跳舞。你们很少穿高跟鞋？没有穿高跟鞋跳过舞。对。跳起来感觉怎么样？就感觉很像快跌倒那种感觉。初次登台，龙城 girls 就让大家眼睛一亮，一个月的苦练总算没白费。粗糙比较累还是跳舞比较累？跳舞比较累。跳舞比较累。所以粗糙反而比较简单。因为那是我们是军人。 虽然大家还是爱粗糙，比爱练舞多一点，不过难得性感一下也不错。平时就玩超不超人，差不多。